嗱，呢度咧就係大佬山，但大家咧千祈唔好誤會啦，呢度咧並唔係舉行緊世界盃，呢、這個球狀物體咧亦都唔係足球嚟㗎。嗱，我哋嘗試睇真啲，嗱、這、呢個波波咧原來就係一個超大碼嘅保護罩嚟㗎，有幾大？同兩位 model 比較一下就知道啦。想唔想知道保護緊啲咩咧？不如等我帶大家一齊捐入去睇下啦。其實呢個波波保護住嘅。 就係大魯山嘅新天氣雷達，佢嘅天線直徑足足有成八點五米咁大，如果計埋天線罩嘅話，直徑更加去到十二米添㗎。雷達兩個字其實係英文 radar 嘅音譯，係 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嘅縮寫，意思即係話你用無線電波嚟到探測同埋定距離。嗱，天文台位於大魯山嘅天氣雷達站可以話歷史悠久啦，最近升咗呢。 裝咗一部全新嘅雙偏振天氣雷達，除咗有齊原本多普勒天氣雷達功能之外，額外仲多咗一個垂直偏振電磁波，同原有嘅水平偏振波可以話雙劍合璧，如虎添翼啦。嗱，其實偏振即係 p o l a r i z a t i o n 並唔係一啲好艱辛好抽象嘅概念，而係咧日常生活裏面都能夠接觸得到嘅嘢嚟噶。 嗱，包括大家經常使用嘅電腦顯示屏幕啦，同埋太陽眼鏡標籤有 Polaroid 嘅太陽眼鏡，佢嘅鏡片其實係偏光鏡嚟噶，只會容許某啲特定偏振方向嘅可見光通過，從而咧達到減光同埋護眼嘅效果。嗱，大家可以好似我咁嘗試下，將太陽眼鏡喺電腦屏幕前面旋轉。 若果見到啲光線逐步轉暗變黑，就知道呢塊係偏光鏡啦。因為咧電腦屏幕嘅光線其實係偏振光嚟嘅。嗱，當兩者偏振方向成直角嘅時候，所有嘅光線咧就會被過濾走晒啦，因此就會變黑。傳統天氣雷達產生嘅電磁波嘅波段有別於可見光，而係近似廚房微波爐用嘅微波。 嗱，佢同電腦顯示屏幕嘅光線一樣，都係單偏振嘅電磁波嚟噶。一般嚟講呢就以水平方向震盪噶。可以掃描到積雨雲裏邊嘅雨點同埋冰晶有幾寬，但系呢就分唔清楚究竟佢哋有幾高。嗱，所以對於佢哋具體嘅形狀究竟係點，就難以掌握啦。喺積雨雲裏邊，雨點下降嘅時候會受到空氣阻力影響而變形。 大嘅雨點會變得扁長，對於垂直偏振電磁波嚟講，反射面呢就比較細啦，而反射翻嚟嘅信號亦都會因此較弱。相反，同樣形狀嘅大雨點對於水平偏振電磁波嚟講，就係、是、啲比較大嘅反射面，因此反射翻嚟嘅信號都會比較強。嗱，至於一啲細小嘅雨點呢，佢哋呢會保持相對圓潤嘅形狀。 對於兩種偏振方向嘅電磁波嘅反射分別就唔會太明顯啦。所以只要同時用晒水平偏振同埋垂直偏振兩組電磁波，透過對比兩組信號嘅強弱，詳細分析兩者之間嘅相關性，空氣裏面嘅雨點大細，甚至乎冰雹、冰晶等等唔同嘅水態，就能夠清楚分辨得到啦。 大老山天氣雷達變咗雙偏振之後，情況就好似音響器材由單聲道轉為雙聲道，效果即時變得立體同埋清晰。雷暴嘅仔細脈絡從此之後就會無所遁形啦。